但我们去盒马买了这些东西，因为这就是一时兴起想吃，自己在家做东西不想叫外卖，然后我们就准备煮火锅。当然除了煮火锅以外，我们还请了一个重磅嘉宾，就是他。等一下，哎呀呀呀呀呀啊啊！还买了一只它，因为我们没有去市场上，就直接去盒马买的，所以这些菜啊之类的我们就不用就是过多去洗，估计给我一小时我能给你做一顿火锅和一套和一只蟹出来，你相不相信？爸爸你敢摸吗？宝贝你敢摸吗？看他抗拒的样子，好吧，好，给你弄鸡胸肉，乖乖，走吧。火锅，炒的蟹腿儿，蒸的蟹，盐焗的，然后这些是火锅的调料。我想先吃这个，你尝尝。不好，我们还丢火锅里。烤的太干了，你烤多少分钟？十分钟。哎，它里边有骨头，你可能觉得干的是那根骨头，我尝一下。好咸呐、啊。不吃这个红色的地方，好吃。吃这个白色的，还比较味道还比较好。我想吃一下我炒的这个，这是我第一次炒香辣的那种味道。这个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们家的那个豆瓣酱。放的时间比较久，我也没搅过它，然后它就变黑了，它颜色特别深。这豆瓣酱是我们家自己做的。慢点，我要先吃。我感觉喝了口。我刚起锅的时候尝了一下味道，我发现，因为我只吃了一个芹菜嘛，芹菜都有股很浓郁的这个奶香，奶香味。你是咋把它弄开的？弄开。这是凉一凉再吃，我现在先不烫。我想先把这个弄开，应该里边很烫。我要先吃这个，我剥剥开了。我再吃。看，能看到。入味没？入了。但是就是没啥。这样刚好还能吃到螃蟹的那种甜味，不是只有那种酱味，就是不是香辣味，就还能吃到螃蟹本来的味道。你要干嘛？在我们两个手都脏之前，我们举在不了旁边。在。来，现在开炮。我买的是两斤这只。哇！哎呀，没拿勺。哦。我去拿吧。我把它拆开，你拿勺。这个汤好喝。你先喝一口。没拿勺。你接喝。你不嫌我恶心？好香啊，这个味儿，就那种海鲜浓汤的味道。我觉得你不爱喝，嗯，因为它有那种奶味儿，有点苦。那还有拿勺的必要吗？有啊，这个你准备怎么吃？哦哦，
点评一下西黄呗。我它原本的味道好吃，不要加任何调料。我尝一口呢。嗯，是啊，嗯，因为我们是买的那种，我们去盒马鲜生买的，然后是那种现捞回来它还是活着的，嗯，又很鲜那种味，你吃吗？你先吃。嗯，很新鲜。以后我想买它都去盒马。对，我都不用洗那么多。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它本来比如说藕啊土豆啊，对，还有这个它都是之前全部给我们洗好的，我直接回来一装就好了，就冲一冲一装就好了。要不然我还给你加了口鲜肉，得花多少钱？嗯，我想吃鲜肉。我给你